5.05了，其他的同学嘞，有人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来吗？没有关系，那我就 share screen 先。今天呢，我们要学的是 now。OK，如果看不到我的 screen 的人，跟我讲一下，因为我又改了一下 setting，所以我怕影响到。OK，那我觉得我们就不等了，因为将会影响我们等下做习题的时间。那我就直接开始解释一下，我们今天要上课的这个部分叫做 nouns。今天要上的这个东西是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用，只不过呢，今天我们特地拿出来很仔细的分析一下。OK，那我们来看到 nouns 它可以分成四组，有 common nouns、proper nouns、abstract nouns 跟 collective nouns。那我们一个个来看，common nouns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学的那种 name has name am 那个 name am，就谁都可以用啊。它可以比就是去讲这个人啊、东西呀、动物啊、食物啊、地方啊什么，它是属于公共用的，所以一般上我们用这种字，用这些字的时候，不会把它变成那个 of 叫什么 capital letters，不会把它变成大字母，除非它是这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比如说什么，你看它这边给的例子是 like baby pencil beach sea city swallow curtain panda monkey truck mouse。我们这都是很 common 的，哪里都谁都可以用，哪里都可以用。那 proper nouns 呢，就是 name has，就是指明这个人的。所以一般用这些字的时候，可能前面他会用到大字母的部分。你看，好像 Nelson 是一个人的名字，像我叫 Samantha，S 就会放大字母。那 Queen Elizabeth 伊丽莎白女王，Q 跟 E 它都放大字母。那 Penang，P，然后好像我们 Malaysia 什么南中 Malaysia。S 大写，M 大写，像各国的国家的名字，各个 city 的名字，我们在不管在它在句子的前面、中间、后面，我们都会把它的第一个 alphabet 变成大字母。Abstract nouns 呢，它是指一个 like quality, state 跟 action，它可以是 verb，可以是这个 adjective。那这一个部分你看比较特别，我们先看左边，if 我们它的一开始是一个 verb，比如说 collect。当它变成 abstract nouns 的时候，变成一个名词的时候，它会变成 collection。像 defy 就是defy 是否认的意思。那 defiance 什么？double confirm 一下啊，double confirm 一下，怕我讲错。不是，deny 才是。OK，sorry，就 check 一下 defy 就是。公开拒绝公开，yes，公开就是讲说我不要 follow，所以它的 abstract 那叫做 defiance。然后像 verb 说 I die，我死了，那把它变成 noun 名词的时候，我们用成 death，perform 你表现、表演、呈现，那它的 noun 叫 performance。然后 seize 呢就是这个抽搐，seizure 是它的 noun，OK。然后，如果它的原本的字是 adjective，好像 courageous 很勇敢，那它变成 noun 的时候是 courage。然后 grateful 是我很感激，谢谢，I'm so grateful that you help me for the homework。这样我们就会用 grateful as 那个 adjective。今天它如果变成 noun，我们叫做 gratitude，express your gratitude。然后如果 adjective 是 hungry，我很饿，hungry，then 它的 noun 是 hunger。Obedience 是顺从，then 它的 noun 是 obedience。Wealthy 就是 rich 的意思，很有钱。那它的 noun 是 wealth。那讲完了 abstract nouns 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要提醒你的点是，有一些字的 verb 跟 abstract noun 呢，其实它是用一模一样的字。比如说今天 study 好像如果你看我们它的 as 它的那个 example，好像 they study at the same school，他们在同一所学校读书。They conducted a study on sharks。在这里，这个 study 的意思呢，不是读书，是研究。所以他们讲说，他们做一个跟鲨鱼有关的研究。Appeal，you can appeal to have your fine reduced。你可以上诉，讲说要把你的那个罚款减少一点。You can make an appeal to have your fine reduced。你可以上诉来要求你的这个 fine 减少。两句话都是同样的意思，只是说一个把它变成是动作，一个把它作为是 noun 的存在在那个句子里面。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没有办法告诉你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的
这个英文字，它既可以是 verb，又可以是 abstract noun，只能靠你平常做习题的时候留意，然后写下来。像我的习惯是，就是我发现它比较特别的，我都一定会记录起来，然后考试前进，就是考试前15分钟，我就翻开这种比较特别的字过一眼，这样。所以今天你们也可以把这个部分给记下来。看到 collective nouns 呢？collective noun 它就是量词，OK？他们是讲明这一群人、这群动物、这一群东西。当我们 group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要讲形容这群人。你不可能全部都用 a group of、a group of、a group of，它一定有一个特别的量词。那我们来看看，如果作为 people，我们可以用什么？比如说 an army of soldiers，这样 soldiers 我们当然是可以用 army 哦。然后 an army 是说我们有一群的兵人，所以。兵士、军人，a band of musicians 就是讲说有一个音乐的乐队，a crowd of people 有很多人，a panel of doctors 也是有很多医生，a troupe of dancers 就是有一个舞团，然后来到 animals 每一种动物它都会有自己特殊的 collective nouns，像 cattle 也就是那个牛群，我们可以用 a herd，wolf 狼可以用 a pack，lions 可以用 a pride of，horses。那个马我们用 a team of，然后 monkeys 我们用 a troop of，这些呢也是要去记的，它没有说一个规律，你只能去记。然后到 things 呢，它也是每一个都会有自己特殊的样子，比如说 cotton 棉花我们用 a ball，然后 mattress 用 a box，drawers 用 a chest of，然后 fruit 用 a crate，crate 是那个木箱，你懂？如果你是去那种水果的市场，然后你不是从那种成堆成堆，好像你去 Giant Desco，它是成堆成堆嘛。如果你去有些路边的话，它可能还装在箱子里面，你去看那种顶的那种有木头间隔木头的那种木箱，它就是叫做 crate。然后 a fleet of ships 就是那个很多艘船。OK，来到这里呢，它要告诉我们的这个 plural nouns 的部分呢，好像你看到后面嘛，因为你讲的是一群一群嘛，所以你不可以讲 an army of soldier 没有 s 不可以，那就不对，因为你是有很多军人，所以 plural nouns 怎么形成呢？上次我们也是有讲到，就好像有一些的后面可以直接加 s，但是有一些的后面呢要必须用 es，比如说它的 ending 是 o s s s x c h 跟这个 s h，好像 branches。Churches，这个 glasses, heroes, princesses, tomatoes，然后 boxes, brushes, buses, fishes, foxes，还有这个 gases，你看到吗？后面 es 要记得。但是有一些情况，我们又要换成 ies，比如说它的 ending 是 y，像 baby 变成 babies，berries 变成 berries，city 变成 cities，factory 变成 factories，fly 变成 flies。Lady 变成 ladies，那比较特别的还有像我们老婆啊、刀啊这种，看 knife，还有 f 呢要变成 v，OK，、okay? 然后 leaf，还有那个好像我们讲的那个，好像你的人生 life，那就变成如果讲很多人的人生，我们变成 lives，这样子这些你们都要去留意，要去注意。Did you know 有一些 noun 呢，它是 irregular plural。什么叫 irregular？意思讲说，刚才我们学的 ending with s、ending with es、ending with ies 呢，都不能用。它根本它的 ending，它根本整个 plural 都不会用到原本的字加上这最后的这几个 suffix。比如说 children，如果是 singular 叫 child，如果是很多个小孩变成 plural，它就叫 children。Mouse 变成 mice，foot 变成 feet。Goose 变成 geese，ox 变成 oxen，ox 是那个公牛，不是公牛啊，那个有毛的 ox 叫什么？ox in Chinese 啊？咦，ox，公牛，阉公牛，不是毛，sorry，就是它是那个比较壮的。公牛，像我们说吃牛尾叫 ox tail 的那个 ox 啊，如果它很多只 ox 的时候，我们叫 oxen。那 person 多人的时候，我们叫 people。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要留意。再来还有一个也是要留意的是，有一些词呢，它永远只有 singular form。比如说这边给的 example 有 blood、有 health、有 air，然后还有什么是这样子的？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water 没有 waters，有 water 而已。Can you please give me some water？
然后还有什么 electricity，像这种呢，它一般上是我们叫做 uncountable 的情况，没有办法计算的。你不能算到底有多少水，雪，你也没有办法算多少水，你也没有办法算多少的电，所以我们就不会用到这种 plural 的部分，没有 s 的，OK。那再来呢，还有一些呢，它的 singular 跟 plural 也是一样的，比如说 deer，plural 也叫 deer，salmon 也叫 salmon，sheep 也叫 sheep，OK。那有一些呢，它一来就只有 plural 没有 singular，比如说 gallows、spectacles、jeans、trousers、pants，因为好像 pants 有两个洞啊，trousers 两个洞，jeans 也是两个洞，这种呢它都只有 plural，它不可能只有，好像我们每次讲 a pair of jeans、a pair of trousers、a pair of pants，它是不可能只有单件的，是它一定会有 end with s，OK，所以这些呢我们就要记得，好像 spectacles 两粒，它一定是有个 s 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做的习题呢，跟这个 conversion 很有关系。比如说这个句子一开始好像看 the lady pleads with the robber not to take her necklace。Plead 是祈求，please 祈求他，所以这个女人她在祈求这个强盗不要拿掉她的项链。OK，说、如果今天她这个是 verb，要把它变成 abstract noun 的时候要怎么办？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 plead 它的这一个abstract noun 是什么？所以这边我们知道是 plea，所以 makes a plea。像 admits，它的 abstract noun 叫做 admission，所以 Osman admits 他承认他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OK，所以 Osman 呢他就承认了，他 makes an admission。然后 the man annoyed 就是让那个人觉得很不舒服、很不爽。So the man annoyed the ladies by smoking non-stop，他们一直抽烟，让那些女人不是很开心。So cause annoyance。Student protested over the increase in tuition fee。学生们他们抗议想，因为学费起了。So，它原本的字叫做 protest。So there was a protest by the students regarding the increase in tuition fee。要记得，当我们 converse 有时候句子不能完全照抄，你还是要去念，看它同不同顺。The girl screamed，她喊，然后原本的字是 scream，没有 s，没有 es，there was a scream。OK，所以这个情况呢，abstract noun 呢，它也有可能成为这个句子的 subject，它的主体，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像你看，there was a party 就是一个主体啊，然后 there was a scream，它是主体，这个句话的重点就是 scream。讲到这边，有人没有跟上的吗？有人没有跟上吗？跟上的人可以给我一个赞嘛，告诉我你跟上呀。很棒，佩恩跟上来，伟汉我也看到一个，OK，那 Jensen 你有听明白吗？今天有四个学生，所以我一定很注意你，你有听明白吗？Jensen 你有在吗？OK，在等 Jensen 回应我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做什么 practice。Practice one 呢，它是要我们找出这个 word 它的 extract noun。我没有要求你们全部都填满，但是我要求你，你懂的你都填，然后你也尝试去找出一个规律来。OK，说 word，然后写出它的 abstract noun。Practice two 呢，是把从那个 abstract noun 写回成它的 word。比如说，我给一个 example 来，speech 是 abstract noun，它的 word 是什么？是speak 讲话的那个 speak。OK，然后来到了 practice three 呢，是他已经给了你这一些 abstract nouns，你要填进句子里面，你就去读整个句子，然后你凭那个意思去想到底哪一个 abstract noun 是适合放在这个 blank 上面。Practice number four 呢，是你要 underline 那个句子的 abstract noun，然后你必须要把它找叫什么划线。OK，so 你看整第一句，I hurried to the hall when I heard the news. In my hurry, I forgot to switch off the fan. OK，so 哪里是可以是它的这个 abstract nouns 划线起来，然后你也把它原本的 verb 标在上面。OK，然后来到了这一个 practice number five 呢，是把它的那个 abstract noun 划线画出来，and 你把它原本的 adjective 你标在上面。我们一会儿会来讨论。今天总共只有五个习题。然后每一个基本是在18题以上，所以18个、18跟15左右。
OK，一样的道理，能做你就做，不能做你就跳。我们一会都会讨论答案的。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有任何你想要懂意思的地方，你都可以在 chat box 里面问我。然后如果意外的话呢，你有写作业的时间到5:40，我们呢会有来一个5分钟的休息，5:45准时回来。根据大家的进度，我们再看看要不要开始讨论答案。OK，那真的不能做你就跳，不要很执着于讲每一个你都要写到啊。我们要求的是5个 practices 都可以大概完成大部分的，我们一会来讨论答案，OK？跟得上的人、明白的 instruction 的人可以再给我一个赞嘛？这次我希望 Jensen 也可以给出一下回应，棒棒的。OK，那我们开始做习题，差不多到5:40的时候，我会再提醒大家。
OK，时间算是到了5:40，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5分钟休息。那5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大家记得准时回来这个教室啊。